我感觉我的感情不是真好，所以我自己去住老人院。我生日那天，我约伊出去，一开始我人有淡薄歹势，后来伊应承了，我人无经过老人院的同意，就安尼偷偷出去了，讲一句无好听的话，会使讲是私奔。到尾，我人来到一间死袂衰的客栈，这道的灯真水，阁浪漫，真正久唔捌共查某安尼了。讲真诶，我是有淡薄紧张。食你个打边炉啦！食你个大头菜啦！日嘅都话听唔到啦，你哋唔好再嘈啦！